Esther 文彬在凌晨传出逝世的消息，震惊了整个韩国娱乐圈。年仅25岁就离世，让大众都感到相当心痛。在去年，文彬才和妹妹文秀雅一起进行特别舞台，兄妹合作的互动在当时还引发了许多人的热议。另外，文彬还在生前的直播中透露，近期自己身体有些不适。在幕后影片中，也可以看到文彬在完成舞台后极度疲惫的模样，让回看影片的粉丝们都感到相当心疼。눈이좀부지않았었는데이런건괜찮습니다근데좀너한테고백할게있었다면좀힘들었었어요내는티를안내려고했는데팬콘때부터조금티를냈던것같아요미안하고운동도이제해야죠하나둘씩놓치고있던것들다회복해서모아행복하게해줘야죠내가선택한직업이니내가감당해야죠